念台南一中啊，念台南一中啊，工艺课木工作品书架，民国60几年，现在108年了呢，1月23号，1月3日哦，你看看，台湾地图啊，大陆的地图。这个一中的图案呢，外面呢凤凰花，然后里面一中，40多年了。40多年，所以东西有保存的话，就比较不会坏掉。那放在外面，风吹日晒雨淋，很快就坏掉。人就是要修身养性啊。